这几天运山过大概小四千多。哥们儿，这好多好商量，好多好商量，哎，好多好商量，明白，啥也明白，老板，吃这个。我是说反了吗？哦，没有，这颜色也好看，好看吗？很衬肤色，衬得皮肤特别白。好看吗？你不是老板吗？嗯，你不是老板吗？我是店长。这是谁呀？不是，这是我的店长，是我的上司。啊，你不是老板？我没跟你说我是老板。哎呀，谁是老板？怎么样？没事，我给你加点价，多买几件。还行。这个是收腰，我怎么看见收腰不行吗？就是刚才我喜欢这几件，给我找我的尺码新的。是不是一件就一件？不是，是不是？就是就是这个号就是不是就是这个款式就是一件，但是有很多号。那给我打点折呗。算完价减完了以后，我再给你优惠300元。你也不能老板说了算吗？优惠我再说一下。优惠300-500，差300-500。老公，这个好看。这衣服是谁呀？对。五个全要了。五个。然后你这边写的啥？你钱不都给你了吗？有啊。500呀，上面这些你看着。你要给过我。没事。自己心里有数，当然你必须得。哎，万一我有事走了，500是我的，对吧？不是，你没有买单，你这个对，你没有付这个。那这500块钱付那个，来，到底是对，这不是哪个500？这500是我，那是我的呀。你没有给过我500，这是我的。500，别这样，你不能拿我的钱来买单。这现在带多少啊？是这样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你刚在里面试衣服，然后500块钱对不对？然后呢？我只收500。啊，收500，你就收500。不，我已经算可以了。啊，不，我已经算帮你了。已经配合了，你还这样？不是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好，别这样。我觉得你这样做。什么事儿？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走吧，走了啊，走了啊。晚上再过来看衣服啊。走了，不是老板，你坐着，坐着，上那边再吃饭。你就给我留着啊。没事儿，反正他那500确实是他的，当时我还想帮你。没有，我是想承认他。